好的，这里是绿绿私塾空中 radio FM 20999，我爱你999。绿绿私塾在空中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了。如果要从绿绿老师退居到台南乡下，就已经有大概6年的时间。但是这个正式的直播其实一直都没有很宣传，也没有很大肆的这样子的分享。不过在这次的疫情阶段呢，绿老师是很希望可以跟很多的好朋友一起来守护身心灵的健康，所以这一次就有稍微在社群里面分享绿绿老师把直播转成 YouTube 上面的影片。那绿绿老师的 YouTube 的影片的频道是 FM520999 绿绿私塾，所以如果你没有跟上直播的人，也是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看到绿绿老师。那如果你想要下载，就可以到 YouTube 去下载绿绿老师的影片。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还是全国停课不停学，6日绿绿私塾也没有停学哦。好，那我们今天呢，先来进行正向防疫，然后心理健康的美学课程，大脑的脑瑜伽。那现在我们先给自己一个祝福，祝福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我们的身心灵都可以很稳定，都可以很平静，而且可以更有力量的去决策面对一切的事情考验。接下来我们做感恩。好，在感恩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思考一下，这几天虽然兵荒马乱，但是还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好，那做了感谢仪式之后呢，我们进来绿绿私塾线上直播的好朋友们可以来做一个动作，就是呢可以留言向不认识的学伴打招呼。好，因为礼拜六比较有老师可以有空闲可以上来。那我们今天因为有学员许愿，绿老师的脸书这几天的阅读率下降哦。我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大家都在忙着做线上，所以我会重复丢出一些文章。那昨天有这个线上许愿池，那大家可以许愿。好，那我们今天用的纸张呢，依然呢是这个粉彩纸张，所以可以是上粉彩的。好，那刚刚四叶妹妹呢有提醒我，就是因为上一次使用音乐啊，就被那个脸书提醒啊，要有版权的问题，注重智慧财产权。那绿老师本身也是艺术家，当然是非常遵守，所以我连续好几集都没有播音乐。但是呢，今天就想要播这个鸟鸣声给大家听哦，所以应该鸟鸣声应该是没关系吧？哈，如果鸟鸣声都被禁了，那真的是绿老师就以后自己唱给你们听好了哈。好，那现在大家呢拿起一支 2B 的铅笔，如果没有 2B 呢，随便一支呢，一支纸笔，没有纸笔可以用这个棉花棒或是你的手指头。那一支黑笔带针笔，那绿老师这三支是偏笔，好，就是练习笔 Sakura 的，然后那个台湾制的纸笔，还有就是 Zetango 的 2B 铅笔。 OK， 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捕梦网，所以我们还是会在后续上粉彩。那我们说过了，准时下课是一个老师最重要的课程，所以呢今天我们会加了一点，就是书法，艺术书法来做一个颜色的点缀。好，那给伙伴60秒的时间准备一下，不管你周边有什么东西，好，就是拿起来就开始了哈。好，那我们就来进行今天5月22号下午2点到3点的绿绿私塾线上课程。星期六的防疫
特别的揪心，因为觉得好不容易遇到六日，应该可以出去散散心哦。不过全国警戒三级防疫的过程，每一个小螺丝钉都非常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我们自己当做最棒最棒的一个防疫的这个破口的坚守住的这个守门员，不要让所有的疫情在国外的爆发的现象会在我们这边爆发，所以绿绿老师觉得我们就待在家里好好的做什么呢，好好的帮助我们自己身心灵大扫除。好，线上的伙伴大家好，在礼拜六辛苦大家了，过去几天做线上防疫课程真的非常的辛苦。那我们今天要来设计的课程叫捕梦网，那我们首先使用艺术书法的方式，在纸张的背面写上今天的主题，所以这个课程画完是可以呢，就是许愿的哦，哈。那小猫咪呢，小助教今天他在设计他自己的神奇宝贝，等一下他会跟我们分享哈。所以绿绿老师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绿绿老师非常喜欢画的捕梦网。好，那我们今天纸张有一点比较大，所以大家把图画大，好，翻到正面。感谢天地万物，感谢我们的相遇，请你拿起二 B 铅笔呢，点四个点，好，那我把这个我们的手机架呢架高一点，让大家可以看到全貌。 OK，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跟绿老师提出你的疑问哦。好，好，再这样这个角度应该是 OK 了哈。好，点四个点之后连线。好，那我们记得边框就是可以随意的连，就跟粉彩比较不一样哈，不用就是贴纸胶。 OK， 那我们今天捕梦网呢，我们想要让伙伴呢，学习拿菱形的方式，看看你的捕梦网这样会比较漂亮吗？还是拿正的？好，由大家自己做决定。那绿老师是要拿正的，因为我的这个纸砖收集本是正方形的，那我想要放正的。可是其实如果你是跟宝贝一起画，宝贝想要画菱形的都可以。那我们这张纸的材质是和谐粉彩，15×15 150磅的纸张。 好，那我们是画正的。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下第一笔。好，那如果会有害怕的伙伴可以先跟绿老师一样做一个暗线，简单的画一个小圆在中心，好的，那在这个圆的中心呢，画一个黑点。好，那我们现在希望老师画一朵花在中心 ，flower， 四个花瓣。好，再请老师帮我们把花瓣加上了。光环 Oro， 接下来我们上下各点一个点，等距的点。
那如果现在有小朋友一起看，绿老师呢要麻烦小朋友呢转动你的纸张，然后呢永远都以自己为中心做点对点的连线。那我们捕梦网是比较属于像是图形运用的，所以绿老师没有要讲解，但是我速度会特别慢。好，现在呢刚刚是十字架，现在是斜对边点点，两点中间点一点，但是稍微突出一点点。那绿老师不会跟你讲几公分，因为在缠绕的世界不需要制图工具，只需要你很安静的跟自己对话就好了。好，那我们大朋友小朋友一起转动纸砖，做点到点的连线。大家大概知道绿老师在画什么了，对不对？一般我们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很厉害的外国艺术家，他们会透过曼陀罗、禅陀罗、捕梦网的方式呢，用很多工具笔，然后画得很快，其实那都是缩时摄影。那我们缠绕慢慢的一心一笔一画的画出来的话，其实是可以让我们自己的心慢慢的变强大。好，现在我们把这个小的花瓣呢，外面叫 oro 变大花瓣。OK， 转动我们的纸砖，转动我们看事情的角度，这也是绿绿老师推广缠绕艺术最重要的目标。希望每一个学习缠绕的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呢安静的面对自己所遭遇到的事，然后用不同的眼光来去看这些事情。那每一个花瓣不需要一样大，不需要完美比例，就像我们的人生都不需要太过于完美。好，520999 Radio 是绿绿私塾的线上频道，现在的时间是2:13，进来的伙伴可以留个言跟我们线上的伙伴来打个招呼。好，刚刚比较细长的我们在中心画一条线，接下来我们继续伸出点跟点中间突出一个点的方式。好，这个方式呢就是点到点的练习，也是绿老师为小朋友设计的一个画花瓣的方法。这时候我们的花瓣可以把它藏在后面，过去绿老师会徒手画花瓣，但是我们今天会有学龄前的小朋友一起看，所以我们就教孩子用点到边的关系，所以说缠绕是数学也不为过。那我们现在进行涂黑的动作，用 2B 铅笔慢慢的熏染刚刚比较大片的花瓣，以这四片为基础的中心，我们让它有一点深色，推开墨痕，推开心中的忧虑跟不愉快，察觉当下，正念的形成并不是压抑，正念的形成是察觉。我知道我现在正在不舒服，我知道我正在生气，我知道，当我都知道的时候，我就可以去认识自己的内在。
好，以这四枚为中心斜对角这四条虚线，在心中画出来延伸四个点。我们继续画上另外一个小花瓣。刚好会重叠在有一条线的这个花瓣上面。好，我们今天的捕梦网的网子中心是以花图腾为中心，而不是以平常的所谓的蜘蛛网为中心，因为我们想要把花种下来。刚刚画完的这四个，我们顶端呢用新月涂黑的方式渲染一下。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把我们的眼睛呢拿起我们的纸砖，用一只手臂的距离看一下，然后欣赏一下自己现在第一阶段画起来的感受。如果你身旁有家人，可以一起互相分享，加油打气。接下来我们要做点到点的连线画一个大花瓣，点到点的连线画一个大花瓣。这个花瓣有一点像一个数学符号哦，打电脑的时候也会用到的哦。好的，那我们现在呢，点到点，点到点，那么我们会有第二次调整的机会，就是光环。如果你觉得你刚刚的点到点不够美，你现在就可以画出一个变漂亮的弧线，来取代刚刚你觉得不够美的感受。好，这时候我们要做第二个动作，就是把刚刚这个有涂黑的后面的这一枚的边边涂黑，这一枚的后面的边边涂黑。但是只有边框哦，所以缠绕是可以让孩子呢增加他的专注度、细心、耐心，还有观察力。然后用墨痕将周围的阴影推开。好，在每一个莲花似的花瓣也是用我们的新月，总共画上三个新月。如果你不知道名称，你是第一次进来我们的直播，都没有关系。这个时候你只要享受来隔一个，画上新月。在转动纸砖的过程，想想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想想前天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在心底呢赞美鼓励这样的自己。遇到了这些事情，你还是很棒，你还是很努力，
你还是非常的有学习的态度跟精神，把这些事情一一的解决了。在我们花瓣的过程当中呢，是要让我们心灵做一个脑瑜伽，跟着我们的一笔一画，好像呢我们的心灵也被打通了。而星月旁边的这几枚花朵，我们以细小的烈酒，大中小小小的圆填满它，在填满的过程，你会感到一种愉快的感觉，好像能量充满了你的笔触。好，再转动到下一个。大中小的圆形，小小的也可以，这个图形叫烈酒。好，再继续转动。常常有人问绿绿老师说，老师请问一下，缠绕的教案要怎么诞生呢？其实绿老师是跟着24节气在生活的人，不因为我是中文老师，也不因为我现在是农夫，是因为我觉得随着天气而生活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情。但是这几个月来台湾缺水，天气在乡下台南的气温真的是非常的高，所以呢我的缠绕教案有时候是跟着我的心情走的。像这个烈酒最近常常出现，就是觉得可以偶尔来一杯，有没有？微醺一下没关系。好，时间是2:23，感谢你进来跟我们一起。不管是一个人还是全家人，不管你是单身还是已婚，绿老师都希望你的笔可以为你带来更多的能量。我们也非常欢迎您在完成之后，在留言区 po 上你的图形，让大家都知道哦。好，等大家一下。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个动作是，我们以这个为中心，我们要画上一个尖尖的。好，再以这个为中心，画一个尖尖的。小小的花瓣出来咯。不用怕自己画的不好，不需要带圆规。很多人画捕梦网，就是用圆规描出很漂亮的丝线的距离哦。绿老师呢，并不赞成我们画缠绕的老师这么做，因为我希望你们在画的时候是舒压的，所以相信自己的手吧。哦，云儿好。旁边小孩子闹，今天绿老师画得太难了哈，小朋友跟不上，对不对？真是太抱歉了。前阵子绿老师有跟一些学龄前的孩子一起玩，教案会比较简单一点哈。他们可能觉得说，妈妈，你都一直看荧幕不理我，给他一张纸一支笔吧。然后就说来跟着妈妈一起画，那他画什么你都不用去介意，让他画一画放放电吧。
好，我们现在每一个尖端给它一颗黑色的珍珠。鱼儿的小朋友小时候是看绿老师直播长大的，对不对？但是呢，就是防疫期间孩子在家哦，其实没有出去跑跑啊、流流汗啊、晒晒阳光啊，这很容易呢放电不够，所以就会闹闹，这很正常哦。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一个功课哦。这个点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点有看到，对不对？来看我先画。OK， 好，再来也是一样，图形出来了哦。那因为老师是看镜头画的哈，所以呢，如果我歪掉了，你要很高兴，因为连绿老师都会画歪，对不对？所以你们应该要画得比我更漂亮 ，OK？ 好啦，不要有压力哦。这个才要画什么漂亮的意义哦，就是自己安顿身心的意义，不要想太多。好，也是顶端一颗珍珠。其实现在开这种艺术直播真的是吃力不讨好，马上又要画出来，然后又要讲解，然后又要跟大家social哦。而且很多人会说，绿老师我没那个一个小时的时间，就算是十分钟我也没办法。但是绿老师会坚持下去的。我觉得再怎么样累，都不应该不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让你大脑放松一下的时间，这是很珍贵的。好，好，再来我们以这朵花为中心，往上往旁边看的这一枚花瓣，好，我们画上六横 ，OK， 再往上左边，一、二。三、四、五、六，六道弧线。好，现在开始就知道间隔。一、二、三、四、五、六。OK， 今天其实是很数学的，很结构式的，但如果还是希望画一点很美感的东西，三、四、五、六。我每次在画这种重复画的图形，我就会一直去想我的内在哪边受了伤，哪边有疑虑，哪边很快乐，哪边有一点怒，然后随着笔触全部释放，一归零，然后让自己的细胞好像重新开机一样，重新生活。好，你能想象吗？这是我们用手画出来的图形。那我们现在呢，先来加强这个边框，让你放松一下。沿着花瓣的边框涂上阴影，然后也可以一边思考，是不是要把它填满，还是留白就好呢？因为今天进来的老师比较多，所以绿老师想说偶尔也要让老师疗愈一下。今天的课就比较成人的进阶的，如果你跟不上的，你可以等我直播完呢，可以到 YouTube 上面去，或者是等一下呢，这个直播影片不会下架，然后因为我绿老师是完全公益性质，没有要收费，
所以你们可以的按暂停，甚至可以下载影片，让我在家陪伴你。拿出你的纸笔，哦，我的爱徒出现了。看书，然后看我画图，很惬意耶。你也不用画，对不对？也不错哦，这种选择也很好。台中好吗？哦，台中真的是让我很担忧，因为台中算是我第二个故乡嘛。小时候在鹿港长大20年，然后呢，在台中成家立业20年，然后又来台南退休20年。当然我希望我活得比这三个20年加起来长一点，可以多陪事业一点。不过呢，就是每一个阶段我都很满意，然后都很满足。所以最近看到台中很严重的情况，我真的有一点担忧。尤其是昨天我的牙医师打电话给我，因为我本来有跟他预约要带事业去检查，事业都是到台中检查的，因为台中这个医生从我少女时期就帮我们全家担任这个家庭牙医师的一个守护我们的牙齿，这一口牙齿都是高级跑车的价位哦，所以呢，我都是跑回台中检查比较多。哦，雅慧好。哎，老朋友就是不一样哦。你们今天都是老朋友，所以进来的人都知道会留言打招呼哦。不要太害羞啦哈。绿月老师也没有要当直播主啊，我只是借由直播这个影片的平台来跟大家继续保持联系，然后保持自己是老师的一个状态哦。一日为老师，终身就有这个为学生付出的一个责任感。就算现在呢拿的是锄头，我还是偶尔可以拿画笔。好，满意自己的花吗？你现在可以拿起来，伸长你的手臂，15公分、20公分的距离。远近的调，转动你的指尖，然后欣赏自己，赞美自己，感恩今天台湾还能守住疫情，我们还能在家里跟着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真的是很感恩，很感恩。好，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健康守护住了，我想这个疫情应该很快就会过去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跳着从中心点往下画扩散的方式，但是同一个出发点，所以会形成一个黑色的尖端。好，试试看，一次练习不成功，我们有10次的机会，都是同一个出发点。好，再继续转动指尖。那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正在忙，只是进来捧场跟绿老师打声招呼，没关系哦，我们的影片呢不会下架，而且呢会放到 YouTube 上面给大家下载，所以只要随时守护我们的孩子，绿绿老师永远不会离开。像我现在这边觉得有点空白，想要多加一横也可以啊，齁。在转动的时候，随着自己的眼光，你可以慢慢改变你的心意。就像我们看待一件事情，我们也可以随时改变我们的决定，只要是不伤害他人，不伤害自己，抉择不要太固执，但是别忘了爱我所责，然后择我所爱啊。就像绿老师现在选择停课，然后过自己的生活，
早上你知道我几点起床吗？要不要猜猜看，我今天早上几点起床？Andy 老师也来了。Andy 老师，台中还好吗？真的很担心你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想念你们。三点哦，三点还在睡觉啊？没那么早，因为我还没有到初老。好，六点哦。好，那就三点到六点当中。我今天早上五点半就起床了。一大早起床呢，先去，因为现在缺水嘛，所以呢不能随便的浪费水资源。好，哎，惠美你好，现在我们要把刚刚的这个花瓣的光环涂上我们的阴影，气掌印哦，我都每次都觉得很想把它改掉哦，就是涂上我们的眼影，画龙点睛。早上呢五点半起床，然后呢因为今天早上我为什么这么早起床呢？上个礼拜包了200颗的洛梨，差点中暑，所以觉得要再更早一点起来，没想到太阳比我还早，立夏之后那个热真的是太恐怖了，热到我真的是差点烤焦面包。所以呢今天是去，我们家有4棵芭乐树，那以前都是婆婆在照顾，现在婆婆在机构休养，那绿绿老师又不能去看她，因为全国机构大封锁，不准我们去探视。为什么呢？因为北部机构已经有阿公阿嬷确诊了，是被家人感染的，闹得整个机构非常的危机四伏，所以为了老人家的安全，我们必须忍住思念不能去看，你看心里面多难过对不对？所以呢我今天早上起来就是来处理那些芭乐，我们家的芭乐可以这么大颗，好，以后如果来找我请你吃免费的洛梨，免费的芭乐，洛梨到七八月才有熟成，那芭乐呢只要它开花我有把它包好，包芭乐大家知道吧？知道的请举手。包芭乐真的是一个很艰巨的工作哦。怎么说呢？我们现在完成下一笔。好，现在你可以添一下。刚刚我们虽然是6画，你现在如果觉得我这个想要让它的空白处美一点，好，那其他哇，有人跟我一样是老师，也是厉害的斜杠农夫哦，包芭乐真的很辛苦，但是我们家的那4棵更辛苦，是因为呢它太久没人照顾了，所以呢好，我一定请你们吃芭乐。今天有在线上的，有我看有8个眼睛哈，来有留言的，只要芭乐熟成了，对，网子加塑胶袋，只要芭乐熟成，今天有在这边留言，有听到见听者有份，都可以来绿绿老师这边免费吃芭乐，只要疫情一平安，我也可以寄给你们，因为我们家芭乐产量是多到很可怕的，你看4棵芭乐树，而且它都是很大颗，这么大这么大，而且很甜很好吃。好，芭乐是现在防疫时期最好的水果，它会清你的体内的毒，我也是怕说到时候没有办法去买芭乐哦。好，丽老师好幽默哦，怕买不到芭乐自己种芭乐，当然不是啊，我们家本来就有芭乐树哦。OK， 好，那因为呢，捕梦网外面通常都会有一个所谓的网框圆形的，但丽老师今天不想加。我想要用一朵莲花的方式，然后有留白的纯净感，大家能认同吗？然后我们在下面加修饰好吗？好，那么就要来咯。好，加一条线弯弯的，哎，不要客气，还没吃到。希望疫情赶快过去好吗？
希望我们彼此可以就是很快乐的在一起哈。OK 哈，这边就一条线嘛，这边连出一条线。好，大概有一点小距离的这个地方开始第一撇。那我今天早上这样弄一下，大概包了100克芭乐吧。不是，我剪掉了大概100克芭乐。因为芭乐是怎么样，你知道吗？在它开花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去摘了。大家知道哈？那通常呢，一个枝干呢，它有时候会开三四朵花朵。哦，好，小猫咪你好，耶！猫咪呢，它今天设计的图腾要来跟大家分享。哎，小猫咪，这只是什么呢？兔蝶鱼，兔蝶羽哦，来，我们看一下，鱼，兔蝶羽，兔子的脸，还有这个蝴蝶的翅膀，触角。哦，蝴蝶的触角，哦，你好厉害哦！那个国小老师，赶快抄起来。可以给孩子设计一个这样的课程哦，自己的神奇宝贝。那这是美人鱼的尾巴吗？不是，这个是金鱼的尾巴，金鱼的尾巴哦，还有是鳞鳗鱼的片。尾巴。好，你要送给我，谢谢。兔蝶鱼，哇，我这个女儿真的是，我常说，真的是教到她的老师辛苦了，因为她的想法真的很特别，很多的想法。但是呢，他真的很爱老师哦。这个防疫前几天，我跟老师在线上对话的时候，老师是说，如果家庭有余力呀，可以把孩子先带回家请假哈，他是蛮建议的，因为他觉得他是有心中有在思考，可能真的会停课。老师的敏感度跟我一样都很高，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可能要停课了，所以我正。跟他想说，办我就跟四叶讨论一下，好，要不要先请假个几天这样子？那时候就是台北双北的时候都已经停课的时候，结果我们家这个宝贝呢，他说我一定要去学校，我爱老师，我爱同学，哇！你知道，身为妈妈听到这样子。啊，真的快哭了耶！啊，他居然不想要在家里呢。没有，他就是很爱上学，很爱上学的一个孩子。然后让我觉得说，有他真的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那因为他特别的敏感，他是高敏感度的孩子，那艺术天分也特别的高，那也特别的同理心，所以他在学校常常呢跟同学、老师之间呢互动都非常好，所以我都很感谢这个他们学校的老师。好，来，如果你觉得你的羽毛会很像鸡毛掸子，你就拿侧边，好吧？轻轻的，像睫毛一样。那这些老师真的给了四叶很多很多的养分，这些养分绝非是一般的老师可以给他的，因为四叶是高敏感度的孩子，如果老师愿意再多付出一点，可以激发他很多的超能力。所以四叶常常在学校呢，他不是喜欢争取成绩的孩子，可是他很喜欢服务同学、帮助同学。体育课啦，好，热舞社啦，很多的课他都参与，然后所以真的非常谢谢三化国小的老师们。给了我的孩子非常多的养分，我更感谢三化国小这个班级的同学，可以跟我们家这个独生子女做这么好的朋友。好，接下来你们看到我在休息呢哦，往下画，把你要的羽毛。浓密度盖起来，慢慢的形成一个羽毛的形状。
哦，知道哦，这就是技巧。外面要花钱去上课的。有没有看到自己的羽毛开始成型了？有没有很嗨？我们这边赶快画一颗珠子。加一点小豆点，轻柔一点。好，可以在某个位置呢加上一点点，梳理比较笔触比较仔细的一些小羽毛。好，大家的羽毛有完成吗？有吗？传说呢，捕梦网啊，它是古老而神秘的一个符号哦。你们在画羽毛的时候，我稍微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哦。捕梦网又称为梦谷，好，我们写在背面，用艺术书法来写。什么叫梦谷？就是梦的网子。那它是18世纪北美印第安人的非常居家的传统工艺品，他们相信捕梦网呢，不只是来编织你的梦想。我们刚刚在上面是在编织哈，他们更相信一件事情：捕梦网呢，可以把这个噩梦赶走。所以我们画缠绕呢，并不代表呢只是一个艺术，它里面有数学的符号，更可以有一些所谓的全球的一个习俗教育的一个概念哦，公民教育也可以放进来。那捕梦网的网子的部分呢，其实是指太阳的运转周期，所以大部分人会把捕梦网挂在就是跟太阳可以接触的地方，一开始是挂在床头，那帮孩子驱梦，然后呢让孩子安心睡觉，后来它是变成一个幸运物，然后后来就越来越华丽哦，什么图形都有，甚至宝石啊花片啊都会放置上去，然后做成很多很多的手机吊饰啦，钥匙圈啦，然后甚至是成为耳环啦，项链啦，那还有加一些天然的宝石。好，下面的嘘嘘当然啦，就是要练习齁，没关系，加油。好，那我们还有两次练习的机会哦。那所以今天早上绿老师5:30起床之后呢，以最不花水资源的方式，把我的农地300多坪上面的大小植物照顾完之后呢，又包了一堆芭乐，那把
芭乐在苞之前呢，你要看它开花就要开始摘花，如果同时开三朵花就是留下一朵花，但是如果不幸让它已经结小果，你就要看哪一个果最美，留下来其他都要去除掉。一开始我会很舍不得，会觉得啊，怎么可以把别的小果子去掉，我会觉得不是都留下来最好吗？可是我老公就说了，你要去无存精才能吃到最最最最最最好吃的。后来我就觉得说有道理，因为主力都在同一颗长大嘛，对不对？就像绿老师啊，现在啊就是跟大家已经没有在教育现场同一阵线，但是我还是可以在线上跟着你们一起啊，所以我现在主力都在你们身上，是不是更加的那个，应该这样说，把所有的养分都给大家了。好，那我们旁边来做一个1、2、3三个之后呢，来做第一个，一条线一个圈，一条线一个圈，总共三次。现在把画面放大低一点点哦，给大家看清楚一点，光线 OK 了哦，因为我是有打灯，我自己没有打灯，因为我不露脸的哦，绿老师是不需要露脸的。然后再往下移一点点，这样清楚哦。 OK， 这里在这里有没有看到？好，哇，2:52了，太聊了吧。先调查一下，如果我们今天画到3:30好不好， OK 的人我就为你们延长到3:30哦。好，接一个爱心，然后这边也是1、2、3。好，来，一条线一个圈，那你可以拿另外一个角度，这一条线一个圈，记得要善用转动的角度，一条线一个圈。好，一条线，再接个爱心，我们来把宝石画上来。你们留言看看我们今天到1:30 我不 OK， 如果大家真的很忙，我们就时间到就直接按结束，毫不留情。然后如果大家都 OK， 我就多陪你们半个小时，反正我没事干嘛，对不对？芭乐已经包完了哦，开玩笑的啦哦，其实事情真的很多，但是应该这样说，四叶的爸爸呢，他都会给我独处的时间，让我跟四叶呢可以在私塾里面做自己想做的事，这就是我最幸福的时刻了。人生夫复何求嘛，有人懂你嘛，对不对？所以我为了他，为了这个家，离开了职场，然后来到了一个我最怕热的地方。我觉得也 OK 啦哦，因为爱所以选择。好，只能3:00，有一位留言咯，那我们要看看要不要做结束的动作了。哦，你可以看重播，那其他的人呢？因为我们接下来要画旁边要画羽毛，那因为刚刚有伙伴说就是最不会画那个羽毛，所以绿老师要教另外一个方式。不用太害怕齁，那我们直接画咯。时间是2:55，感谢今天很多伙伴进入现场，我们一起谈天说地，仿佛呢身心灵就健康很多，强壮很多。如果我们可以呢透过纸笔来转移我们大脑的负能量，
何乐而不为呢？多多的帮助自己的大脑做大扫除的动作，确实可以帮助我们的脑瑜伽开启大脑的另外一种高峰，所以可以让那个小朋友们来多多练习哦。好，那我们现在来跟着吕老师画第一笔，转过来。OK。OK 哈，好，再来第二笔，再来第三笔，四五笔就让你画完羽毛咯。好，这样就一个羽毛了，先把外框画起来。 OK。 好，如果觉得不行我们再来练习一次。第一笔，第二笔，有灵动的感觉，好不好？给它一点灵动的感觉 ，OK？ 有没有很美？好啦，自己讲自己美 ，OK？ 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用线条来填满。好，那这个线条不用填太多。然后你可以再用粉彩上色就好了。然后如果你这边是不想要用色彩填满的，也不想用线条填满的，其实可以这样。我示范两种画法，就是感觉那个羽毛有点岔开，这样就好了。OK。好。捕梦网真的很不好画，所以你不要有压力哦。好，那时间是2:58，接近我们的尾声了。我们今天为大家线上的课程呢，是让我们补助我们的梦，然后远离我们负能量的一些心灵恐惧，然后这是印第安人的幸运物，所以呢画完之后呢，我们就在最后面许愿。那因为有伙伴许愿池许愿要艺术书法，所以呢吕老师当然就是马上许愿成功哈。好，我们一起来许愿可能是快下线了，觉得有点难过。好，第一个是疫情，好转。好，然后再来是大家平安。健康 ，OK。那其实毛笔是很好用的，如果你要用毛笔来画薄梦网是很容易的哦。现在最后一分钟了，来，
马上画出一个薄膜网 ，OK。好的，线上时光过得特别快，下午的三点整，很感谢有进来留言的伙伴，也很感谢你们在线上陪伴我，我也陪伴你们度过了快乐的一个小时的时光。那今天我们介绍的是北美印第安人的梦谷捕梦网，希望我们所有的伙伴都能健康、快乐、平安。那我们最后呢，翻到我们的捕梦网，然后在你觉得是很美的角落，写上你的艺术家名称。那我们明天课程继续哦，祝福各位都能身心灵 happy up up。OK， 下课咯，拜拜 ，Jumi， 明天我又要早起包芭乐咯，有包才有得吃哦，再见，拜拜。